在做反腐这件事情之前，我看了一个纪录片，叫《不愿面对的真相》。哦，你看过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熬得那么意味深长，学习了，学习了。我以为你看过，回去再翻一点，回去翻一点。我们回去都看一看，多学习一下《天天向上》。看完那个纪录片，我就觉得我们忽略了一点，就是说，其实你站在大张伟旁边，你站在大张伟旁边，怎么都这样了？被影响了，被影响了。其实，您还有鬼畜啊？来啊，您聊您的啊。其实。其实怎么着？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。别着急，其实我们是真的生活在一个叫地球的地方。那不然在火星吗？难道您在哪儿？不是真的呀，真的就是你生活在这一个地球上，然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其实。天天向上真开心哈、啊！那当然，我们就是一个很快乐的节目。扇着风筝啊！我都已经快笑三分钟了。哎，但是有人说啊，好多明星做环保就是为了作秀，哎，就博取更多的关注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样的声音，其实怎么样？其实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其实我跟你说，你再这样，大家就叫你叫周其实了。好的，咱们换个词儿吧，咱们能有个其实吧？实际上，这词儿我们可以了。准确来说呢，啊，对啊，实际上。就那时候开始推广环保的时候，其实也有好多人，又来了，实际上也有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，肯定会的，对。然后我发现不用不说，其实不会说话了，真的啊。但我觉得就是说，不论你是就是说就做的那个人，对不起啊，我有点那个，你怎么能用纸巾擦汗呢？你应该用王一博的衬衣呀。对呀，对。是，行，对，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今天整场啊，每句话里面都必须带其实，对，好多很多那个，我好像那个都没说完哈，好像其实说呗，都没说完呢，事实上，所以就是说，不管是不是被质疑，听的那个人只要大概有一两个或者是三四个真的去那么做了，也就可以了，也就值了，就是有意义的，有意义，这样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我说我直出汗，我操。